忙碌了一天的西师傅开始点菜。你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一个好人，带刀。我去米，谁不对，你直接刀他，小薇。我直接 ，OK。那走了。我知道了。王大猛，去。咋了？去。做人要吃。吃不了一点。自个是主教，自个是主教，他叫我主人，警长直接刀他。啊！哎，王大猛被吃了。王大猛呢？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打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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